又翻嚟啦，師傅。係啊，卡文。師傅辛苦曬啦，就一唞氣咧，已經講咗咧頭嗰六個咧生肖噶啦。嚟緊咧，我哋今集咧要講咧就係馬、羊同埋猴仔、猴女佢哋嘅。好啊，馬、羊、猴係嘛？好，馬仔，馬仔嘅好啊，我哋講下屬馬嘅你啦，好嘛？咁啊喺2025年啊蛇年。咁啊馬仔咧就有咩嘅吉星咧？有天空、太陽、文昌、天廚。咦？哇！喺、聽咗咁耐，而係第一個生肖咧，聽到咁多個吉星，咁多粒星啊！係咯，好嗱，我睇下個走勢點好嘛？好啦，咁睇下阿馬仔嚇馬仔馬女你點啦？咁啊屬馬嘅你咧，喺出年咧乙巳年咧事業咧係都唔錯嘅個發展嚇、都相當唔錯嘅。因為點解啊？有太陽星嘅呢粒大嘅吉星嘅加持啊！咁咧就喺、如果你係打工一族咁樣計咧，你會好得到男性上司嘅垂青嘅。咁啊，亦都會好器重你。咁咧就因為我見到亦都有文昌呢粒星入主喺你嘅宮位裏邊。所以咧，你喺工作上邊咧係零舍咧係機智嘅嚇，同埋醒目嘅。咁所以咧，你係從工作嘅表現嗰方面咧，你亦都俾到佢好好多佢啱心水嘅嘢。所以亦都得到佢嘅權力上邊嘅下放嚇，同埋照顧。所以咧，喺出年咧，你自己嘅事業發展咧係相當唔錯噶。咁就另外咧我亦都係見到有天廚同埋天空呢粒星啊，天廚咧就係代表咗，如果你係嗰個職業係從事飲食嘅職業嘅你咧，咁喺出年咧你嘅發展，你嘅自己嘅主食才華嗰方面咧就會更加係另一片天空啦。咁咧就另外咧就天空呢粒星咧就係代表一啲思想同埋抱負嘅，咁即係話如果好啦。咁講咗嗰幾粒星嘅特徵喎，咁如果你係綜合咗佢之後咧，出年如果你係打工，你係一位廚師，係做廚房嘢咁先算，咁可能你得到老闆嘅垂青，可以會你自己嘅位置會可能會提升啦，人工亦都可能會提升啦，咁啊同埋咧你所創作嘅菜肴咧，亦都會去被呢一個顧客喜歡啦，同埋被老細嘅喜歡嘅，咁啊所以咧我喺呢方面咧係非常。如果你係做文職嘅咧，亦都係得到老闆嘅扶持嚇，相當唔錯。好啦，如果你真係打工咁計咧，未必係一定係老闆啦，可能係你自己同事之間嚇，同埋你個上司啦，係對你嘅扶持同埋係賞識啦。咁亦都會你自己亦都會好似做嘢嗰方面係如魚得水嗰種感覺咯。OK， 同埋但係你唔好因為咁樣而係放低咗自己嘅衝勁嚇，因為你有文昌星嘅扶持咧，你自己係你勤力嘅你咧。你一定係會得到別人哋嘅更加嘅賞識同埋愛護嘅，咁係非常之唔錯㗎喺呢一個嘅事業嗰方面，係出年我都比較提高你一線啦咁但係咧我就見到有唔靚仔嘅空星都有一粒叫晦氣星，晦氣星咧就係主咩咧？係主係欠缺同人溝通啊。哦，晦晦氣氣，好似你個即係講句嘢好晦氣噶嘛，你個 friend 都晦氣嘅有時嚇，咁變咗做人千祈唔好咁，係咪要積極嚇？即係話喺你工作崗位或者係私底下對朋友都好啦嚇，都係一定唔好呢啲晦氣啊，呢啲係好認真噶，咁變咗你喺但係有呢粒空星影響你，咁變咗你喺可能係喺你做事嗰方面，你待人接物嗰方面咧，你自己要。加倍留意啦，千祈唔好踩咗落去啊！知唔知？可能有時望得滯咧，就唔覺意啊，講嘢説話晦氣咗，講句 sorry 咯，唯有。講 sorry， 搞掂啊！係咯，即時搞掂，冇辦法都講咗。啱嘅，嗱嘉文講啱嘅，你知錯咪認咯。係啊，有啲人做咗唔認，我仲唔出聲啊？好認真啊！有時嗰句嘢自己唔知道，原來晦氣咗。係好認真㗎，你做錯咗，你認一認冇乜所謂。你一個經驗嚟啫嘛，你下次唔好做錯係嘛？同埋要認啊，做錯就要認。好啦，咁另外財運嗰方面咧，因為你有太陽、文昌、天廚嚇呢幾粒吉星去扶持咧，我覺得你事業上咧個發展咧係可以盡量可以表現你自己所長嘅。所以咧無論你自己係打工好啦，或者係你係做老闆都好啦，
咁如果你做老闆咁計咧，可能你係亦都係得到顧客嘅好滿意你自己嘅呢個 product 啦。啊，仲有一樣嘢喎，可能係你做男士，因為呢個太陽星啊，你可能做男士嘅生意嚇，譬如男士服裝啊、男士用品啊、或者你賣車啊嗰啲咧，係表啊咁嗰啲咧，係都會比較你個事業比較顯著啲嘅今年啊。所以我覺得你的回報亦都 會增加，所以你今年的財運是平穩向上的。OK， 咁好啦，咁喺健康方面又點咧？馬仔啊，你啊，誒睇先，有因為有天連煞星喎、連煞咧就係主咩啊？主意外嘅嘢嚇，同埋咧亦都係唔係輕嘅喎，係啊，所以咧我哋真係要小心啲。特別要注意心血管嘅問題，小心交通嘅問題、即係如果你駕車要小心交通啦。咁要時時都要留意個路面個狀況啊！職業司機嘅你嚇，記緊嚇，因為有呢一個連煞星嚇，所以一定要化煞，即係你唔化煞唔得嚇啊！咁好啦，咁仲有，如果你只要出差或者旅行嘅時候咧，要特別留意，千祈唔好玩啲高危嘅活動啊！頭先阿師傅講過啊，高危活動一樣啦，高危活動嚇，千祈唔好搞啊，大佬嚇，容易會產生有啲血光之災嘅嘢嚇。好啦，感情嗰方面又點咧？感情你真係多姿多彩啦。因為點解咧？有鹹池桃花，嗱鹹池加桃花咧，你就容易有一啲咧係男女去一啲少去一啲色情場所，即係色慾嘅場所嚇。咁另外就係話好容易因為男女關係咧搞咗一啲婚外情。或者是第三者，或者是場外桃花，何謂場外桃花？即是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太太有紅人出場，係啦，嗰啲嘢會發生。呢兩粒星走埋一齊就會咁，係嘛？咁如果你正面一啲嘅咧，亦都可以，因為你有桃花星咧，咁你的人緣運亦都會相對提升，異性緣亦都會相對提升。但係有鹹池呢粒星咧，就影響咗你的情慾嗰方面會特別濃嘅。咁啊，變咗大家要小心去處理，尤其是年青一輩就唔好因為情色嘅嘢咧，會影響咗一啲財富嘅損失，或者感情上嘅損失。即係就算佢係單身嘅，都唔好因為咁樣踩咗落個氹度啦嚇，咁冇可能只係爛桃花嚟嘅。大家明唔明我講啊？即係唔好哇一抌抌個感情擺曬落去。有時有一個係陷阱，點解？因為我見到有連煞啦。你因為你係要互相緊扣住嗰粒星。嗰啲嘅嗰啲元素，對你嗰年有啲咩產生啲負面影響，係嘛？咁可能你真係會為咗啲情色嘅問題，因而可能損失咗錢財嘅嘢咯，感情上嘅嘢啦，係嘛？情緒上嘅嘢啦，甚至人哋有啲嘢要要挟你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OK， 唔係講笑噶 ，OK。好啦，跟住就到羊咯喎，系到羊啦，羊女，你好，好过生肖有我份咁样，过个生肖我都要，系八搭生肖星，我系第十三生肖，我属猫嘅，你属猫嘅吓，知啦，猫路嚟噶嘛，好啦，羊仔羊女你，系真系咩事咧？发生咩事？咦，系咪漏写咗嘢啊？呢一格乜都冇，嗰格嘢。即係好似今年嘅羊一樣，二零二四年嘅呢一個兔仔一樣，乜嘢吉星都冇，咁即係咩？要自力更生啦，係嘛？要加倍努力啦，係嘛？嗱，唔緊要㗎，師傅成日都係講，你冇吉星又點啫 ？OK， 你總之你平時都有裝備自己嘅，係啊係啊，自己都係一個好好嘅事業基礎嘅。出年呢個2025年。穩打穩扎，係啦，靠自己，靠自己努力啲，行多兩步咯。係咯，係咯，啱唔啱先啊？如果你今年努力啲，下年就收成啦。下年唔收成，咪再下年收成啦。卡文師傅講嘢真係啱啊！仲有一樣嘢啊，卡文師傅，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話你平時你都係對人哋，你人際關係都好嘅。係啊，係啊。你怕咩咧？係咪？怕㗎係嘛？咁啊，你即係已經係有個人際關係鏈喺度。咁。你一吹雞一定會有人相助，出外靠朋友就呢啲啦，冇錯啦，聽記住阿卡文師傅講，所以咧冇錯係扎實啲嘅，喺事業上係會有啲重重困難嘅，你自己感覺上
在事業嗰方面、做作嗰方面咧，係會有重重嘅障礙嘅。嗯，即係個感受上啊，係真嘅嚇，唔係太如意嘅嘢，亦都會出現嘅。嗯，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好有一個事業嘅基礎，嗯，穩打穩扎嗰啲人嚟嘅嚇，亦都係要自強不息啦。嗯，唔好因為一啲嘅挫折而去好頹啦個人嚇。咁，嗯，你如果唔係你出年就好難過，大佬365日喎，係嘛？啊，唔需要嘅嚇。OK。咁啊，出年係艱難啲，嗯，啊，事業上。咁好啦，咁啊財務上啊更加唔使講啦，相對噶嘛。係啊，係啊，係咯，啊。做乜啫？唔係咁啊，變咗渾渾陳陳咯，冇嘢啊。OK， 仲有啊，唔係咁，唔係就咁，係麻麻地啊。冇吉星嘅，仲有啲空星啊。係啊，就係有飛廉、豹尾、天煞同埋地喪啊，陰公。所以喺你嘅事業上邊咧，係真係有啲打擊嘅出年。因為點解啊？嗱，我逐隻去解釋俾大家聽。咁，嗯，好啦，你有豹尾星，豹尾咧係主咩啊？係容易俾人反咬你一啖。如果你係做生意嘅，哦，要同人簽合同嘅，你好容易，你一定要好 care， 你好睇清楚啊，叫同事睇清楚所有嘅條文嘅嘢。嗯，你做生意，尤其是嚇，嗯，你好容易因為咧寫錯嘢，俾人哋反咬你一啖。嗯，啊，呢，這個叫豹尾星嚇，啊，嗯，OK， 俾人反咬你一啖嘅嚇。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要小心，有啲係會輸官司嘅嘢會出現。哇！嗱，兩件事嘅元素係緊扣住啦，係嘛？俾，嗯，人反咬一啖，官司上邊要小心啲。咁即係話係拎咗個腦啊，已經係嘛？拎埋，嗯，一齊㗎啦。所以咧喺呢方面咧，你係工作上面要簽署任何合同嗰啲嘢，嗯，啊，唔好口講，要睇清楚，唔好口講我賠啊。OK。嗯。咁啊，同事之間嘅關係亦都係啊，嗯，因為好多嘢都係靠同事做。咁有時佢咪係會咬你一啖咯，喺老闆面前係嘛，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啊！唔聲唔聲喺你背後啊！係啦，我驚你恐有損失啦，嗯，因為點解咧？亦都有大煞呢粒星啊，唔係啊，係咪大煞？睇先，我睇清楚，係大煞呢粒星。咁咧大煞係主咩？主一啲血光之災以外上，而因而有血光之災嘅嘢。嗯。啊，咁啊變咗自身因而咧會有啲損害上嘅嘢，醫療費用嗰啲咯。嗯，啊，所以咧如果你有買保險就冇咁驚咯，係嘛？嗯。咁但係。有時啲嘢都係要自己 take care 自己嚇，嗯啊，所以小心啦，出年嚇，嗯啊，即係屬羊嘅羊仔羊女啊，嗯，玩啊，唔好落極生悲嚇，啊，我話俾你聽，係，嗯，啊，所以你出年一定要嚟係作福添啊，我話俾你聽，嗯，知唔知啊？係，嗯，啦，咁啊，你到阿師傅阿卡文師傅講開運嘅時候咧，一定要聽，係。唔係你真係大佬，係嘛？零零四四十二個得佢一個係。仲有大係咪有地喪嗰啲喎？嗱，地喪嗰啲代表咩？地喪代表咪又係喪白嘅嘢咯。我咁樣睇咧，飛廉咧，即係我就聽飛廉咧，然後又豹尾咧，話真禽異獸走曬出嚟咁啊！冇錯啊！你真係好嘢喎，點解你要知嘅？係啊，就係嗰啲嘢，即係真係係啊，嗰啲嘢咯，即係好俾人哋係篤背脊啊，好多是非上嘅嘢啊，係嘛？飛廉咪講緊呢啲嘢咯，即係所以。要大家要係小心啲啦。地喪添，地喪係代表咗家人啊，自己嘅家人啊，或者係至親嘅，有好容易有啲喪白嘅嘢。所以如果老人家嗰啲咧，要注重佢嘅身體同埋起居飲食嚇。嗯。啊，即係呢啲星係有啲咁樣嘅唔好嘅影響嘅嚇。嗯。OK， 咁啊，羊女我又講完咯喎。未講佢嘅感情。感情係咪啊？會唔會感情都係麻麻地啦？係啦，咁多嘢嘅影響。冇錯，冇錯。兩口子嘅拍緊拖你啊，或者係已經係夫妻嘅你，咁你喺呢方面就出年就比較多爭吵啦，同埋煩惱嘅事情咧係相繼會發生，因而咧就口角啦，千祈唔好動手嚇，如果唔係就咩啊大煞㗎啦，係啦，冇錯啊，血光之災就係咁嚟啊，係咁樣黐住㗎，冇錯，你開始識睇咯喎，係咁樣嚟㗎嚇，件事係咁樣慢慢顯身嘅，所以呢啲都係好煩氣嘅星。嗯，啊，同埋咧，好容易會產生對你一啲唔好嘅情緒嘅波動，嗯，因而咧口角，繼而動武。而家好多啦，嗯，新聞你成日都見到啦，係嘛，真係都唔知點解今年零零四四咁嘅卡文。咁唔係咁個個細個大細啊，個大細係影響住好多人，氣氛唔好，係啊，氣氛唔好啦，咪影響到大家嘅感情。啱啱先睇到個新聞，又係一啲即係情緒嘅問題，跟住自己解決咗自己，冇錯，其實最唔好係咁樣。係啦。最近的事啫嘛，係啊係啊，我今日睇到佢嗰個，佢解決自己嘅東西就係離棄啦，離棄啦，所以咧真嘅，阿楊仔楊女 take care 啦，知唔知啊？咁如果佢單身冇啊伴侶咧，係咪應該即係唔好諗啦？咁唔好諗啦，唔係同事之間咯，同事之間會人際關係啊嘛，哦，佢係緊扣住你人際關係噶嘛，係嘛？伴侶還伴侶係嘛？拍拖還拍拖。你做嘢嘅地方最多是非噶啦嘛，係嘛？即係嗰啲地方最容易產生誤會噶啦。
啊，唔使諗啦，陽仔陽女都係要早啲過嚟作福，作福作福幾大作福啊，係我重要係嘛？有好多嘅阿師傅好多嘢，你到時要聽啦，係嘛？咁我哋係咪下一集見啊，阿姐？未，仲有，仲有咩？猴啊嘛，佢仲要形態衰喎。Sorry 啊。O K， 哇！你知佢猴咗好耐啊，真係。係咁，好啦，仲有猴仔、猴仔、猴女，咁好，猴仔、猴女，咦，唔差喎嚇，仲係幾好喎，拍得住拍得住呢一個老鼠仔嚇。雖然形態衰係嘛？係，雖然形態衰，好嗱，聽住咯喎，咁吉星有咩啊？有太陰同埋天月，哇，好強嘅貴人星啊！陣間要聽住。咁空星咧有咩啊？有官煞、勾神、孤神。同埋三型啊，咁好啦，咁我師傅分析一下佢嘅事業先，好嘛？好好，嘉文，咁好啦，屬猴嘅你咧喺2025年咧事業上咧，因為有太陰同埋天月呢兩粒好強而有力嘅貴人星嘅扶持咧，即係話你要特別要留意，如果你嘅上司或者你嘅老闆係女士嘅，或者你係做一啲女性產品嘅公司嘅同埋個工作嘅，咁你一定係會受到老闆嘅青睞同埋上司嘅青睞同埋嘅扶持，同埋客人對你嘅喜愛，因而你嘅事業會蓬勃發展出年。哇！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做一啲關於女性嘅產品嘅生意嚇，嗰啲銷售員咧，例如化妝品啊、時裝啊、首飾啊、美容啊，係咪啊？呢啲咁嘅生意咧，我即係我放喺三婆啦，咁你都會有好好嘅增長啊，出年嚇喺呢個事業嗰方面。咁而天月星咧係代表一個陽性嘅吉星嚇，咁啊呢一個陽光嘅陽啊，陽性嘅吉星，咁咧呢個貴人嘅助力係非常之強大，同埋佢亦都係代表正財嘅，正財嘅吸引力嘅嚇，咁變咗喺呢方面咧係非常之正嘅。咁如果對從事文職工作嘅你咧係大為有利喎，點解啊？因為對男性嘅助力咧係尤為顯著喎。因為是屬羊的嘛，粒星是屬羊。哦，粒星是屬羊。Okay，所以呢是對男性呢就特別顯著的個助力。咁在女性的方面呢是有望得到異性貴人的助力啦，反過嚟就咁OK。咁就會提升了你自己的運勢。咁呢粒星的力量呢是比較會顯著在2025年的是頭嗰兩季。OK， 頭嗰兩季。好啦，咁屬猴嘅你咧，今年因2025年咧，因為你係刑太歲啊，咁刑太歲係主一啲好輕微嘅麻煩嘢啊，同埋是非口舌嘅嘢，亦都好容易喺人際關係產生一啲好一啲衝突。OK 嚇，咁大家要注意啦，同埋一啲好是非纏身嘅一年嚇，咁進而一步咧就會影響到你自己嘅情緒。所以咧，師傅就忠告下嚇，咁啊猴仔猴女啦，喺2025年咧係要調節一下自己嘅情緒嚇，保持一啲高 EQ 嘅生活態度係嘛，同埋做事嘅態度。知唔知道啊？係啊，唔好受人嗰把口講嗰兩句嘅影響。冇錯啊，咁嗱，你要留意一下咧，你屬猴啊、屬鼠啊，同埋係屬龍嘅生肖嘅，睇下冇呢啲人。生肖的朋友們或者同事們在你身邊，他們都會幫到你的。財運方面，穩中求勝，我自己覺得，因為始終你都是有這麼漂亮的吉星，就有這個太陰和天月，因而會產生了在你事業上都是會有一些裨益的，繼而令到你的財運方面都會是得到一些裨益。好了，穩中求勝，但是要小心有什麼？有官煞勾神這兩顆星。官煞啊，同埋勾神啊，呢兩星係代表咩咧？仲有三型添啊！哎呀，喂，好奇怪嘅，次次都係咁樣走埋一齊嘅，即係係啊嗱，有官煞咧就會有勾神出現，通常都係咁。咁而家仲賴住個三型添，咁好啦，咁啊做生意嘅你要小心啦。點解官煞係代表咩？因財失利啊！同 partner 啊，如果你有 partner 嘅因財失意添啊，失利又失意添啊，或者借錢咧俾人咧，佢好難將筆錢攞翻轉頭。有借冇還。係啊，所以你出年千祈冇借錢俾人。有出冇入。係啊，咁啊 ，Ocean 代表咩啊？心神好恍惚咯。一心神恍惚死啦！你揸車又好，或者做嘢手成日做錯嘢。係嘛？踩咗落去踩雷啊！我哋俗稱叫踩雷嚇。咁同埋咧就如果你係一個決策者，就好容易因為你心神恍惚而落錯決定，係啦，因而導致你公司損失，或者你係嗰條拉你嗰、你係部門主管，你好容易令到嗰個部門咧係
因你個決定而損失啦。咁所以簽署任何合同嗰方面咧，大家一定要係提高警覺啊，以免呢個因此而係有一啲啊財白上嘅損失。同埋咧，佢呢粒三形星咧係代表咩啊？係官非口舌嘅嘢，同埋俾人篤背脊。哎呀，真係乜都撈埋一齊啊！即係少人啦，都係。真係麻麻地喎，真係啊！咁你喺呢方面雖然話有嗰兩粒咁強大嘅太陰同埋天月星去照住你咋嚇，但你都要好小心自己處理翻你自己人事上嘅問題喎。啊，即係我告戒啦，真係啊，屬猴嘅你小心啊，真係嚇。係。啊，即係你喺出年嘅事業同埋財運嗰方面好兩極啊。如果你控制得好的呢，可能你就攞到了，你明白我意思？控制得不好呢，好中之中你都會甩的，你明白我想說什麼嗎？即是都是要保持清醒啦，有時可能見到咁大筆數，咁大筆生意，可能就係啊，就心神恍惚，小心啲，係啦，你小心咧先可以攞到佢，OK 係嘛？因為有啲咁樣嘅唔靚嘅配月官煞啊、歐神啊、三形啲星咧，去控制住你自己嘅情緒啊，出年啦，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好啦，咁啊健康方面啦，咁啊小心腸胃問題啊，咁啊今年咧亦係會有啲好多頭暈身慶嘅傷風感冒嘅嘢會比較多嘅嚇。咁咧另外咧就係感情方面，咁啊同伴侶感情咧就尚算穩定咗一年喎，咦係啦。如果拍拖或者係已經係有咗伴侶咁計啊，結咗婚咁計。但係咧有粒係好唔好嘅星，呢粒係叫做孤神星。入主喺你個宮位，咁呢粒星咧就帶有一啲咩嘢咧？就係無父嘅意思啊。無父嘅意思即係話咩啊？你係好容易同爸爸咧，即係爸爸仲在世咁計，好容易同爸爸好疏離、好疏遠，感情係比較薄啲。係啦，咁就如果你係真係已經係有另外一半啦，係夫妻關係咧，喺感情上咧就容易有摩擦嘅嘢，時常都會發生。咁個人嘅情感上邊咧，感到好冇安全感嘅一年。咁呢粒星嘅影響都幾係嘅。都係自己亂諗嘢啊！係啦，我覺得準嘅呢粒星。咁變咗，如果你不嬲都有，仲有啊呢排好多城市病啊，所謂嗰啲叫咩情緒病啊。你如果你本身都係食緊藥嘅你咧，你真係喺呢方面今年係要小心啲啊，知唔知？要記得食藥。記得食藥。好啊 ，Carmen， 我哋下一集我哋講邊幾個？嗱，今集我哋就差唔多，下一集翻嚟咧，我哋再講咧，最後咧就係雞狗同埋豬。豬。係啦。雞的你，狗仔的你和豬仔豬女的你，下一集一定要留意啊。好，卡文師傅怎樣說？好，下集見。下集見。推廣知識共享網絡電視網課網購平台，立即進入焦點網 www.fmtv.hk 會員積分系統，推薦會員計劃，多買多賺，全新系統至啱你心水。